谁家的？说起他爹，你也认识啊？谁？他就是陈金海的闺女，老程。嗯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你看，反动派就把他烧死在这棵枯树上。山雀两岁的时候，我就背着他东奔西跑。反动派这批血债。 我们子孙万代忘不了的，老爹。啊，这麂子怎么个吃法？把它烤了，请客。走吧，回家。 喝完酒吧，别解乏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怎么？还是老脾气啊？烟酒不解远。嗯，说不会。喝一碗。不行不行，坚决不喝。好好好，行啊行啊。哎，来，喝完水吧。你看，这还能骗你？ 森林铁路，早就入迷了。听说要办伐木场啊，就跟我吵着要去。<笑>是团员吧？优秀团员。好样的。<笑>哎呀，多好的规划！ 老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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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么严重啊？哎，老陆叔叔，
你让我参加伐木厂吧。参加伐木厂？我就小学毕业，可是我什么都愿意干，烧茶、提水，就是上山也行啊。啊，我啊，这个累得很呐。伐木厂艰苦得很啊。艰苦啊？我不怕。你怕？他不怕。你不相信，让我试一试好吧？好，我不，这个上边公社。哎，对了，公社早就同意了。同意了。对吧？哦。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你还站在旁边的呢。哦，哎，老陆，我在旁边吗？哎呀，你站这儿，我站这儿。哦，你好好想一想嘛，怎么那么重要的事情都忘了？嗯，怎么搞呢？别笑话。老头啊，这你干啥呢？你看把人家孩子急成这个样，早就商量好批准了。真的同意了？同意了。你真坏。好样的。谢谢你啊，老陆叔叔。你来，漱口，漱口，洗脸。哎呦！哎，老陆啊，你腰上那颗子弹取出来没有？子弹啊，留着做个纪念不好吗？哎，副厂长，说话可不许赖啊！我明天就来上工。这丫头真有意思。多好的林子，林子都睡了。老陆，咱们也该休息了。是啊，几十年几百年，也许睡了几千年了，咱们马上让他热闹起来，马上。我不跟你打火台了，我到底比你年纪轻嘛，可你腰里还可子弹呢，成年老账提它干嘛？子弹留着做个纪念呗。好好，绳子放中间，平均分配，好吧？休息一下。哎，林大妈。哎，你们社员们太辛苦了。辛苦？嗨，社员听说办伐木厂、开铁路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大嫂，别累坏了，不然你那个糟鼻子老头子可饶不了我们。詹老头子，你自己留点神吧，当心猎枪走了虎啊，把你那几个老牙给崩了。放心，崩了牙安个金的更漂亮。你个老不死的。
正我就是找公社。嗯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嗯，哎，怎么说？哎，怎么说？那怎么说？有了，我们伐木厂啊，有了电话了。往后公社有事儿啊，不用派人跑腿了啊。我们的电话可神了，通哪儿都行啊，接天安门也行。你是谁啊？省委书记。共产党来了。闹闹叔叔，喂，老陆吗？哎，是我，你是张书记？知识青年，是学生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我还没跟这帮人打过交道啊。老陆啊，你打过游击，带过兵，现在又让你带带秀才了。嘿，这是个新问题啊，我没经验。那我们就学嘛。是啊，我要好好学。他们在我身边呢，就要去你那儿了。什么？就要到？那我们欢迎。我们欢迎。我们欢迎，我们欢迎。树木，我们这儿还有好多好多的树木，才叫你发傻呢！真的，哎，你看见过万木林没有？好，走吧。这个人一路上就没停过，叽叽喳喳的，像个麻雀。哎，我不叫麻雀，我叫山雀，反正都是雀。王德华，哈，我知道了，你叫王德华。对，你呢？我叫徐英，他叫季旺。他们俩人啊，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，感情好的嘞。王德华。不信你乱说啊！真有什么？我给你们说穿了，将来分配工作的时候还可以照顾照顾。太小，你还说？不，我来。哎，不，我自己来。山高得很啊！他是学校里的游泳代表。那是游泳，这可是爬山。我来。放心，我不会落在你后面。哎，
小王，哎，走，到嘞，走，同志们，加油啊！山雀，加油啊！唐岩，你看那棵树好高啊，可跑得真快。怎么样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我来。不不，可以。哎呀，我的天了，还有多远了？到了。到了。再翻过前面一座山就到了。哎呀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伐木厂的工人宿舍啊。你们新来的这批同志啊，都住在这一带啊。辛苦了啊。来来来，欢迎欢迎。我也辛苦了，哎，没什么。好，都来了。这玩的地方真好，就是，明天我们去打猎，好吧？马根泉，哎，帮我解一解。去喝水，好的，水吧。哎，去喝水。哎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说。谢谢你，我们自己来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你们来喝水吧。来来，这儿哦，好，来，哎，哎，好啊，哎呀，带书来了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桥能见着，啊，哦，神灵学，神灵学。怎么了？那大胡子同志，你帮我盯一盯。我来，我来。谢谢你啊。哪里？你姓什么？我姓陆。阿陆，这附近有没有卖零吃的地方？怎么你肚子饿了？我替你拿饭去啊！我替你们开饭去啊！鸡蛙，鸡蛙，什么事啊？你收拾好了没有？还没呢，你呢？我收拾好了。鸡蛙，我这儿什么都好，就是门上没锁。晚上会不会有狼啊野猪跑到屋里来呀？来了，你腾个铺给他睡，那不就得了。别听他的，我们有这么多人来，什么也不怕啊。哎，有什么情况敲敲板壁发个警报啊。开饭了，开饭了。哎，开饭了。鸡蛙，吃饭了。马根泉，你看这好玩啊！就是，你看这猪腿还真不错，是吧？不错不错，吃得来吧？哎，好，这玩意儿不错，还挺香的。谢谢。这玩意儿不错，不错。哎呀，好了吧？Thank you.
么？替他们洗衣服啊？嗯。都睡了吧？哎。来。怎么样？这份工作怎么样？还不错。以后还跟艰巨的工作呢。艰巨，我不怕，不艰巨就没意思了。我们刚才开了会，决定派你去当上海青年小组的组长。我？嗯。什么？怕啦？刚才还说不怕的呢。不不不，不是怕，是慌。慌什么？没想到要我当组长哎！不懂就学嘛，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懂的。咦，放水呢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到小组去啊？我明天就带他们上工。明天？啊？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放他们三天假。放假？哎。带他们玩玩，爬爬山，让他们认识认识生灵，你也好认识认识他们。哎，走了。这帮小伙子真不错啊，就是不知道过得惯吧。会过得惯的，只是要抓紧对他们的教育。嗯，今晚支部开会研究一下。对。哎，你对他们摆一摆嘛，摆摆革命的故事，摆摆过去工人们的生活。嗯，年轻人，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伐木工人，真幸福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做伐木工人，一到这儿就给打上了卖身契，带着这个烙印，你就是跑到了天涯海角也逃不脱反动派的魔爪。有的工人受不了这个压迫，就起来反抗，闹革命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有两个同志就被反动派活活地烧死在这棵枯树上。抓紧，使劲看。嗯。对。哎。
不是劈草就是伐木，真不好玩。嗨，就知道玩，也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了。哎，听谁说的？我们要伐木？嗨，还用听谁说？是。你想嘛，这儿的名字就叫伐木场。诺诺，你看马根泉不老在那儿练习伐木吗？好，他和我们不一样，像我和徐英是技术学校毕业的，那总不见得也来伐木吧？哦，照你这么说，只有我们初中毕业的才应当伐木。小季，怎么，难道伐木就没有技术吗？你看，我们的技术比起老工人来还差得远着呢。哼，我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。哎，我和你们俩说的都不是一回事。砍柴火。怎么，食堂砍柴火还记账了？不是记账，我记得是老工人们伐木的经验。记这干嘛呀？干嘛？学呗。这什么好学的？哦，你是想当伐木工人？对，有志气啊，当个伐木工人总比你现在挑水送饭的有出息。哎，小季，你想法不对头嘞，挑水送饭就不是革命工作啊？哎，对对，哎，不过也要看具体对象，我来伐木就不合适。我是学技术的，念了十多年书了，将来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起你来嘛。老罗，你别生气啊，不是我看不起你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不过小季啊，依我看，哎，我说了你也别生气啊。你有的也只是书本上的知识。书本上知识也是可贵的呀。对，书本上知识是可贵的，可是依我看，要是书本上知识不跟劳动结合，你没有火热的阶级感情，你也不能很好的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。嘿嘿，哎，老罗啊，想不到你还真不简单了。不简单。哪里哪里。哎，小季啊，厂本部想组织些老工人来学点科学知识，你来当老师好吧？自作主张的，厂长跟你说我来当的？嗨，这个厂长。哎，官僚主义，我们来了三四天了，还没见过一面呢。行行行，你提吧提吧提吧。哎，老罗，看到厂长告诉他，让他别大材小用啊。瞅着有出没出实呢。哎，别忘记啊。
口琴呢？还给我好吗？那个口琴是我的。静林，还给我。老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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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干嘛不去上工啊？哎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老陆，快帮我想办法把口琴拿回来。难道你还有这一手啊？老陆，怎么了？不要紧，你应该去上工，生产的时间应该自觉。这个老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出来啊！我出来。哎呦！啊，这是谢谢。不不。那说直接讲。哎呀呀，你们别吵好不好？哎呀，老陆，你快点，你一会儿你们就要上技术课了。快走吧，大家都等你上课呢。厂长来不来？当然来，他是个学习迷，对什么都感兴趣。出了不可以拿回去，你出了还拿回去。给你，不是这张，那个，那那不是，是我拿个给你这张，不是这张，哎，上，这张，陆厂长。上课了，陆厂长，别叫我陆厂长，还叫老陆。我等你，等你上课了。大家坐好，坐好，都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我们这个学习班呢、啊，总算搞起来了。以后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今天就请季王老师来给我们上头一堂课，大家欢迎。同志们，
昨天晚上工人们对我讲的课都很满意。妈来信说还怕我受不了呢。你妈也太为你操心了，这还不错嘛。嗯，工人们真好，陆厂长更好。小雪，嗯，将来到了技术岗位上应该很好的表现一下。对，要好好的工作才能对得起党，对得起大家。是。小王呢？王德华，王德华，起来了，王德华。嗯，我怎么样你？起来了你？你怎么了你？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你还不起床啊？人家没睡好吗？你，别人都上工了，就是你迟到。走，别推，我自己长得有腿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快走吧。走走。啊。小王，你怎么迟到了？好，出工了。睡觉自由都没有，什么组长？你就知道拉人出工。哎。组长同志，我问你 ，x 加 y 开平方，你会吗？王德华，植物呼吸的是什么？哎，小王，走吧。不，我再问你。我问你，这是什么数？嗯，啊，这个，呵呵。太想考我，谁不知道这是松树？不对，这是杉树。你来看，它的树皮和树叶和松树的不一样。嗯。王德华，这是什么？你还想考我呀？这是梨子。哎，嗯，牛头果。还没睡着啊，我怎么老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推门呢？根本没有什么在推门。睡吧。睡不着啊，我在想你那天介绍的规划，多好的规划呀！森林铁路、办公大楼、发电站，还有俱乐部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也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呢。你是本地人吗？嗯。那你爹你妈呢？没有了。哦，你是孤儿啊？你看我哪点像孤儿？我动了，饿了，被人家看不起了。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爹你妈呢？
我小的时候，他们给国民党反动派就绑在那棵大树上。是，原来就是你的爹妈。那谁把你养大的？党和群众。谁供你读书呢？党和群众。山雀，这几天来我一直在观察你，我觉得你比谁都爱这个伐木场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你学习，我也要向你学习。向我？哎，学算术，学语文，还有上海话。龙阿拉好嘞西。还没睡啊？怎么，把你吵醒了？累了一天了，你还不睡？哎，睡不着。你看，啊，你看，报上的话。好像句句都是冲着咱们说的。改造森林，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。这里边有多少的问题啊？是啊。哎，我看啊，我们伐木的速度还可以，就是这个运输啊跟不上。哎，我想的正是这个问题。啊，你看。这两个山头啊，为什么木头一运到这儿速度就慢了？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在这儿架一道桥。架桥？哎，这个山沟有40米深呢。哎，从前不是也有人干过的吗？嗨，那个简单嘛。你能出来带个头找老工人们商量商量，啊？好吧，我找几个老家伙来琢磨琢磨。哎，暴风雨来了，你还朝外跑？哼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出去看看。哎，来。这就成了室内游泳池喽。
哎，咦，站老爹，陆厂长干嘛？在调查呀，木头运到这边山上要绕很多的路，我们想在这儿造一座桥。造桥？嗯，造桥。是啊，这里土质很不好，地势又高，我们又没有专门造桥的人。山泉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当心，别动。山泉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让小王撒了谎，请了个病假。哎，我想利用点时间搞个桥的设计。桥？嗯，你在设计桥啊？哎呦，你几个人呢？真是的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，干嘛躲躲藏藏？搞坏了！哎，我告诉陆厂长去。哎哎哎，还没搞好呢。哎，早点告诉大家，让大家帮你一块出出主意，不好啊？哎，要保密。保密？对，绝对保密。等我搞好了，你再告诉别人。你们知识分子啊，可真复杂。既然国家急需用木材，我们的运输呢又跟不上，这座桥的施工时间呢就得要快啊。是，这桥啊要照这样搭法，我看就快。嗯，哎，陆厂长，这桥啊又得赶快加起来，不然雨季一来呀，木头运不出去会烂的。老陆，这桥要是能够搭起来啊，那真是又省时又省工，还又顶用。嘿嘿。哎呀，筷子有什么？哎呦呦呦！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老罗叔叔，桥！你们看，希望设计的。嚯，画的不简单呐！哎呀，请大家指点指点。哎呀，还是钢骨水泥的。是啊。
两山之间要加40米高的桥，不用钢构水泥是不行的。哎，小季，造这样的桥要多少时间？嚯，一般的得3年嘞，我这个只要1年。1年啊？嗯，那我们木头都烂了，那不行啊。是啊。哎，小季啊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快一点吧？小季，你设计的这座桥我看还真不错，不过这里山谷多，都造这种桥本钱太大。另外，这个伐木区的木头砍完了就要换地方了。哎，小季啊，我们正在商量个好办法，我看你也参加一块来搞好吧。啊，画画算算。哎，对对对。哎，陈师傅你来谈谈。你起个头我来补充嘛。啊，我谈。哎，小季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就得了。不，忍着点吧。好了，蛮好蛮好。下一个，快快快！走走走，快跑！你们怎么跑了？你们哎？哎，怎么还跑啊？慢跑，慢跑，慢跑！请看书架不错。舅啊，书还给你。小石，我们得为自己的前途好好想想，我们学的东西，宝贵的青春可不能白白的浪费在砍木头上。你真聪明。语文呢？毛主席的诗词背得出来吗？山，快马加鞭未下鞍，惊回首，离天33。山，倒海翻江卷巨澜，奔腾急，万马战犹恨。山，刺破青天恶未残，天欲堕，赖以助其坚。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这都是老师的功劳。算了，你教给我的东西比谁都多。公木3米60，3米60。山木3米20。你看谁来了？小石，我有事跟你谈。现在，工作时间不行。小石，我批准了，去吧。继王。来的时候你是最积极的一个，你抱着很大的理想。理想嘛，总归是理想，现在这里根本没条件实现，不一样是空想吗？条件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。创造？哼，我问你，你对这儿满意吗？为什么不满意？是我们自己选了来的吗？我们当初不了解这儿的情况，我以为来了以后嘛就搞技术工作，现在呢，木头木头，整天是木头。国家需要木头吗？季旺，才来的时候我也不习惯，可是现在呢，我已经喜欢这儿了。
这儿的山好水好，特别是人好。你看看那些老工人，陆厂长还有山雀，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情，好像一下子自己也变得崇高了。你好像又在朗诵诗了。哦，季旺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消息？陆厂长说要调我到气象台去工作了，还要调山雀去开小火车呢。那我呢？你还留在伐木组，不过要你和老师傅们一起研究架桥。好了好了，别提这个了。希望请你吃栗子。嗯，真香，要有一点糖啊，那就跟上海的糖炒栗子一模一样了。喏，希望你怎么了？王德华，哎呀，你怎么搞的你？烧了林子怎么办？烧了林子怎么办？这么点火能烧起来？别吓唬人好吧？烧不起来，这是违反安全制度的。组长同志，别乱扣大帽子啊！扣帽子？你放着正经活不干，跑到这儿来胡闹。季旺，你说对吧？干嘛大惊小怪的？耶，现在各组都在展开竞赛，一个人落后就影响全组了。季旺，他说我们是落后分子。什么什么？说什么？我说，一个人落后就影响全组了。哦，是我们影响全组了。哼，你管的也太多了，我们又不是没干活。你干活？哦，那你看，昨天上午你没出工，前天你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了？我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哦，肚子疼不可以的。肚子疼，你关不关心群众的健康啊？你干多干少尽自己的力，可是不能三心二意，不能磨洋工。谁三心二意？谁磨洋工？组长同志，你说话得负点责任。你有什么根据？对，你有什么根据？这就是根据。拿出来，怕什么？组长同志，尝一个吧。嗯，香极了。你看，还是热的呢。别客气了，请吧，请吧，请你。哎，回来就洗衣服，抓个空啊！哎，要我来帮忙吧？哎，不用。干嘛不带小组出工啊？我不干了。不干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不干就是不干。过来。坐下。写个报告。怎么写啊？你就这么写呗。我陈三雀，共进团员，性子急躁，怕困难，经不起考验，所以我才……我不写。这是手续。陆厂长，熟悉老陆，你不是说
还要调他去看小火车吗？你刚才在他们面前也哭过了？靠眼泪是做不好工作的，要靠这儿，懂吧？做人的工作就跟改造自然是一样的，有时候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啊。斗争我倒不怕，有人不争气，真把人急死了。是小王，还有鸡汪。希望小王嘛是贪玩，对生活没有认识，比起他来希望是要复杂一点，那我们就更有耐心一点喽。他们能到山里来就很不简单哦，你除了严厉的批评他们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装这么多呢，要不他们又要说我磨洋工了。寄望这些天怎么了？他情绪不高，我也不高。哦，你也不高？寄望他是埋怨大材小用，你呢？不好玩，对吧？厂长，我不是怕吃苦，我是觉得这儿的生活太单调了，就像口琴一样，吹来吹去，哆来咪哆来咪，一个调。啊。一天有点道理啊，算了算了，歇会儿吧，看你满头大汗，去。过来，过来。那给你。三雀叫我带给你的。是真的，不是油桐果。油桐果？我上过他一次当。这回我可得学乖了。哦哦，放心吃吧，不骗你。你意见提得好啊，我们也正预备组织一个业余文工团，我已经推荐一个人去当团长了。谁是团长？你。我。陆站长，别开玩笑了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不不不。我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没微信。微信？我看你不是没微信，你是没有自信。我劳动不如人家，我当团长别人不会来。那就拿出志气来好好劳动，建立微信呗。团长，我第一个向你报名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来。不，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个样，你不咬咬牙加把劲儿，他就过不去。来，你是那样的英雄。
上工喽！我们这个组啊，今天先砍伐，完了以后再去运木。我们的锯子呢？锯子没有了。锯子没了。锯子呢？哎，那不是锯子吗？哦，在那儿。陆厂长，早啊！哎呀，陆厂长，您又把我们的锯子都错好了。谢谢。小王，鸡王，快点来喽！鸡王，快点！陆厂长早。谢谢陆厂长。哎，金旺，是你的吧？啊，谢谢。陆少长，早。哎，早。陆厂长，你好、啊，你们辛苦了，小马，哎，可得掌握休息啊，哎，陆厂长，哎，可得注意安全啊，哦，吉旺，啊，我在找你呢，工人们叫我把图纸带给你，啊，你看，你好好替他们算算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会算。我看不懂，真的看不懂。40米高的桥，不用钢骨水泥的桥墩，那是没有科学根据的。科学？你那个时候工人同志们的设计，连一点科学根据都没有吗？嗯？当然。工人同志们的文化水平是比你低一点，可是这不是他们的过错，那是旧社会的过错。你的文化水平是比他们高一点，可是这是劳动人民给你的。是啊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科学技术总还是科学技术啊。40米高的桥，没有钢骨水泥的桥墩，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回来！要是工人们知道你把他们的图纸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往地下一扔，那他们会有多伤心？陆厂长，都怪我，对你帮助不够。伙子，来歇歇吧。来来来，喝口水。谢谢。小伙子，这条路太差劲了，我们砍一天，你们三天也运不完呢。哎，听说詹师傅他们要在这儿搞个大桥呢。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快了。那太好了。可不嘛。哦，听说这个桥啊，全是用木头造的，连根钉子都不用。这个桥要造好了，我们就不用绕那么远的路了。听说有个上海学生搞了半天，可就是不切实际。嗨，这小伙子也是上海的呀。他不错。
搞他呀！哎呀，说人呢！看看去，家里什么用？怎么这么不当心的？这小伙太不当心了！你怎么又出事故了？这样不行，得开个会谈谈。对，你把我们上海人的脸都丢光了。小季，我们在上海出发的时候，一路上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要把技术拿出来，你要建立一番事业，可结果呢？结果是事故，事故。技术、事业，这样根本谈不上。你的话不对，伐木、运木、造林这些起码的技术你我都没有掌握。再说老工人上一造桥的事，你不重视人家的经验，自己关起门来搞，事后大伙子真心诚意地提了意见，你又不接受，你这种脱离实际自以为了不起的思想能干什么事业？季旺，季旺，好，我没道理。季旺，天作蚊帐，地作床，林区一片好风光。挺起胸膛，向前看，谁？小溪，你来了，快进来。看你高，你不舒服？是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怎么了？我们在这儿有什么前途？走吧，啊，离开这儿吧。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思想啊？换个地方又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们的青春，我们学的东西可不能浪费在这儿啊。小徐，哪都一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嘛，这儿少我一个，那儿多我一个，一乘一还是等于一嘛。你的数学才能怎么用到这个上面来了？你相信我，考虑的不会错的。小徐，离开上海的时候，你妈托我照顾你，我们俩不也表示要同进退吗？走吧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，我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走。我愿意在这儿干一辈子。好吧，我不勉强。不过我已经对你尽了力。你上哪儿去？到用得着我的地方去。难道这儿不需要你？
你就是怕苦，怕劳动。别人不了解我，你也将糟蹋我。你首先想到的是你自己，是你个人的得失。你带着这种思想，跑到什么地方都安不下心来。怎么，我是为我自己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前途、你的幸福着想？算了，你这是逃跑，可耻的逃跑。要回来的，天作蚊帐，地作床，林区一片好风光，挺起胸膛向前看，红心。
叔叔，他大概不会回来了。不，他要回来的。一个正要革命的人是撵也撵不走的。走，到那边去找去。希望你别糊涂，这是逃跑，可耻的逃跑。逃跑？不不不，我是不愿意把我学了几年的东西白白的浪费掉。你光有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，一个人要是不热爱劳动，没有火热的无产阶级的感情，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。你学会了多少技术，你自以为了不起的思想会把你前进的道路给堵死的。有的工人受不了压迫起来闹革命，就被反动派活活地烧死在这棵枯树上。怎么？快上车，走啊，走啊你，快！坐下。到哪儿去啊？回家？逃跑？哦，你就这么回上海了？到了那儿怎么说？阿拉看小差？嗯，你看看人家上海来的，人家个个表现的都比你好，就是你不争气，你连人家王德华都比不上。阿拉，阿拉，阿拉真气浓，害臊。张老爹，这个桥的原理是什么？哈，你看这个桥架是宝塔形的，下边大上边小，撑架很多，每根木头，哎，这就是你上次讲课时候讲的压力，每根木头都分散了压力，所以吃重结实，多大的台风都吹不倒。了不起，张老爹，劳动人民是最有智慧的。
老陆叔叔，他不太舒服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。老陆叔叔，你打我骂我吧，你狠狠的打吧骂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错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错了。得安静点，安静点，安静点，好好睡一觉，出一身汗，就会轻松了。老陆叔叔给你的，小季啊，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对青年人说过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年轻的人，我们生长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是无比幸福的。我们要为做一个有觉悟、有文化、有技术的新的伐木工人而奋斗吧。我们要忘我的劳动，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和我们的智慧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要是你们的后代问起你们来，当祖国最艰苦的年代，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，那我们才能够毫不惭愧地回答他们说，我们并没有辜负了我们的青春啊。